追梦队再次做出人员的调整，凯瑞图、刘毅重新上场。没有没有，洗手洗手，马给我洗手。你顶他，拉比球。两罚一中，筑波大学队10-12，暂时落后两分。看上杰，松。好球，王少杰，自己运球过半场。底线刘毅控位。对，没有，篮板球。我先看。快，少杰，右边。野本大志。就在后边，就在右侧。凯瑞图顶得不错，过肩防出去。大个子投三分，篮板，进攻篮板在筑波大学手里。我来。半泽林泰拿到进攻篮板球。哥们，少杰先跑。再传。外线的控位机会，最后时刻投中了三分球，三分起右 ，Memory for three。筑波大学上场还是给我们展现了很强的压迫力，然后整个球队打得非常团体，每一个人接到球之后，下一个点都会有接应的位置，然后总会找到很好控位出手的机会。筑波大学队反超一分，看防守，联防，往下。王炫 hesitation 漂亮，节奏的变化，王炫左手上进。迷惘，有篮，高位掩护，无球兜出来。这个中距离没有能够命中，凯瑞图，哎呦，没有处理好，领得太大了。哎，我打的。王少杰两犯了 ，personal foul number two。小朱，换下王少杰。王少杰第二次犯规来的早了一些。保持啊！先抢篮板，没有，清了。OK， 还是两罚中一， okay. 全场防。破紧逼，险些失误。朱松伟转移弱侧，凯瑞图侧挡，上线的掩护，十周给郭建做配合，没有刘浩源底角，投了一个 air ball， 没关系，回来推手。我看二一，外边，筑波大学队还是反击速度很快。强弱侧的转移，就一个进攻篮板球，篮板，井上前场篮板球，连续两个，卡人啊！井上三分球，井上宗一郎虽然是内线球员，但是也有一手篮啊。75号他是一名具备投射的内线，在内线的时候他的脚步也非常好，确实给我们队带来了不小麻烦。车挡拆！郭建提上掩护，凯瑞图弱侧转移，朱松伟点一下，刘浩源再突分，凯瑞图自己给到底角，刘毅回来防守没关系。你看浩源 ，offensive foul， 进攻犯规。换人，牛牛下，牛，追梦队落后三分，最后43秒的时间，来，现场的朋友们给两边来点加油声。开始突分，王宗杰上线，刘毅关门，朱松伟干拔一个。OK，Go！后边你先看，别犯规。One play! Animal! 筑波大学队第一节的最后一次进攻，又是前场篮板球，保护住，好的，哎呦，凯瑞图跳起传球，直接送到对方手里，白给两分。第一节比赛结束，筑波大学队19-14，暂时领先5分。OK。
他们从头开始就采用全场夹击，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给我们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没事没事没事，坐下坐一下坐一下。曹方、刘毅、刘浩源，包括牛牛，上去打个二，他们守联防。如果防盯人的话，我们打衣服，曹方打一。Carry 防紧逼的时候，我说你传给他之后，你应该去哪里？中间。他传给你了，刘浩源到中间了。你传给刘毅了，你应该去哪里？往球后边。你到哪里去了？球前了，对不对？所以说就说嘛，大家打得太紧了，没关系。这两天训练到开始比赛，其实把他们弦儿逼得太紧了。这些孩子他们没有打过这种比赛，而且像筑波队这种，他们常年在一起训练，很容易就打出自己的东西。就算第一节我们落后，我都说没有问题，你们打得非常好。那个时候只能去帮他们去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气氛，让他们把这口气吐出来就好了。我们都有通位的机会，刘毅大胆投，小聂你们上去的时候都大胆投，哎，没关系，加油。あのやっぱ練習できてないみたいだから、やっぱりまず体力的には絶対こっちが有利だから、いろいろあったけど、もう逆にそれをもうこっちのもうな試練だと思ってやろう、いつも通り分かってるから、もうとにかくアタックしていきましょう。得点はうち取れなかったけども、でも相手の得点もそんなに伸びてない。うちの点が伸びなかったのは。やっぱりまだ相手がどういうディフェンスをしているかとか、だからうちとしてはあ、これ全然問題ないなと。第二节比赛开始。直接走一步，曹方插走，浩源走，浩源走。连续的无球掩护，拆开王宗杰，球没接好，还好前场球十秒钟。看小猪那里，来走。只有十秒的时间，刘毅。宝哥，牛牛，包一下。王宗杰做墙。时间。朱宗伟只能出手了，没时间了。王宗杰拿下篮板球，二次进攻。上。曹方，持球时间有点长，摘出来。朱宗伟。又一个十四秒，好吧。王增杰来了，蛮牛的细腻的手感，外线的三分。B3 来看筑波大学，这没有。井上，换，连续的换防。转身，哦，漂亮！十一号的投篮确实是非常的果断。增田启介 ，substitution 七个吧。要过来！四分的差距。打一，上来啊！朱宗伟，差点被断掉。刘浩源假动作。造成对方的犯规。牛牛，你下去，牛牛。打一啊，发出来。接给。上面要。曾杰下，曾杰到篮下，你往上提。来走。高低位的配合。朱宗伟。哎呦，差点被断球。刘毅给到曹方，直接跟拔，没办法了。没时间了。先推篮下。刘浩源后面一对一的防，自己走，从身后绕，给了对方的投篮空间啊！筑波大学的投手非常的高效，筑波队将比分差距拉开到了七分了。投篮一，上提浩源，曹方杀进去。分球，朱松伟，漂亮！犀利的突破，给到队友的机会。523，防后面。退防出了问题啊！十一号增田启介快速反击，又将比分拉开。暂停！王世鹏指导请求暂停 ，time out。小聂上 ，Terry 上。刘王轩，
上去把球打到内线去，打到内线打个一，接过来，退防找先找人。刚才那个是一号吧，跟得紧一点。郭建上顶，其他人全部换人。好，现在才一次犯规，不行提前犯规。回来先把人对上，好吧？来，加油！加油！来，进攻队！ディフェンス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基本的には一対一でゴールまで行こうとしてるから。合わせもそんなにない、ゴールの合わせだとかそういうのもない。だからギャンブルしちゃダメ。ああいうギャンブルしなきゃダメ。1対1で守れるんだから、チームディフェンスできるんだから。できる、ここ、ここ。最高、最高、最高。マッチ、マッチ、マッチ。之间的默契还是挺大问题的。你看人家这些，包括之前的华侨，人家在一起打多长时间了？比分差距依旧是七分。中间，中间，小聂。时间，大哥，哎，时间，给呀！八秒没过半场，进攻为例。早点给啊！好，这个紧逼已经逼出几个了都。快给！换了。追梦队漏人了，外线又是机会哦，增添奇迹。增添奇迹的几次进攻都非常的凶狠。暂停！王世鹏指导再次请求暂停 ，time out。比分差距被拉大到了十分。やっぱ中国側の指導先生がタイムアウトを取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うまあ自分たちの方が流れが良い時で中国側がダメな時にやっぱ取るタイムアウトだと思うので。まあ、タイムアウトを取らせたということは、まあ、自分たちのオフェンスとディフェンスがうまく、まあ、機能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した。我说没说中锋打的时候要自己防自己人，还回头干嘛？找谁去？曹方换一下，换一下小聂。王炫罚球罚给曹方之后，刘毅到中间，邵杰到这里来。曹方不要给他，好，你给他，他是不是也是一对一？对，往这个人往这儿走。你先突他夹击了之后，你再推给他。行，推给他之后，王炫再遇上来。当时分差扩大到十分的时候，特别着急，特别希望能够想出一种解决办法来帮助我们球队拉近比分。追梦队，追梦队，加油，加油，加油！王少杰给郭建双塔连线 ，double team。好球！郭建够硬啊，包夹也得打进啊！漂亮，郭建！回到防守端，右边，不损力，队长主控，有了，防得好，对方停球，单防别协防。中国大学的第一高度2米03，刘毅也跟住，好防刘毅，防得好啊！24秒进攻为例，好球，防，九，好刘毅，但你回来之后立竿见影啊！回打一，过他，直接走，刘毅，打他刘毅，郭建要位，半绕前，防守犯规。在中锋位置上做了调整，换下森下葵，换上井上宗一郎。看一下王少杰那里，看掩护，挡住再走。刘毅，来给王迅，曹方弱侧兜出来，内线双塔都在要。王少杰，漂亮！王迅充分的吸引了防守，直接找到了王少杰。好球！还有6分的分差。刘毅可以直接看我，完了，防一个。上线的掩护，换防，小防大。郭建出去，大掩护之后回来，王炫回位，还是突分，井上底角，篮板球，进攻篮板球。三森，又一个外线三分没有进。打一，一，
走，少杰，看里边，过肩打的，转身，漂亮。